生气了，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求婚。没有，没生气。你第一次做多情了，我只是跟他们打赌而已。怎么，吓到你了？倒没有被吓到，只是有些意外。那还不都一样？那可不一样。吓到的潜台词代表拒绝，而意外。 代表的是超出了掌握和预判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同意跟我结婚，就会有很多事情超出你的掌控和预判。理论上来说，是。最近遇到的事情很棘手，很麻烦。说不棘手，你肯定也不信啊。 遇到什么难题，我都希望跟你一起面对。我不在乎是以你女朋友的身份，还是以未婚妻的身份。我只是怕你。怕我什么？你是担心我是那种水性杨花、不想负责任的陈世美，还是？ 只恋爱，不结婚的不婚族。那你是哪一种啊？我当然哪种都不是啊。我妈做了鸡汤，快点喝吧，我先走了。拒绝，是因为我不想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做决定。 如果我现在答应你，才是对我们未来的不负责。烫一会儿就凉了，我走了。晚安。